来到神面前，这是对的。一方面烦心，一方面不能耽误尽本分。一边一个劲儿烦心，就不尽本分了。很多时候，神给人的试炼，就是加给人的担子。神加给起多重的担子，因为神了解你，你能承受得了，你能承受得了。神给你的担子不会超过你的身量，或者超过你的承受极限，肯定是你能承受得了的，是你能承受得了的。神给你的担子不会超过你的身量，或者超过你的承受极限，肯定是你能承受得了的，是你能承受得了的。神给你什么样的担子，给你什么样的试炼，你们记住这一点，你们记住这一点。不管你祷告后是否明白神的心意，是否得着圣灵的开启光照，不管这试炼是不是神对你的管教，或者神给你的什么启示，你不明白也不要紧，也不要紧，只要你不耽误尽本分。神就满意了，你就站住见证了，能忠心守住本分，这样神就满意了，你就站住见证了。能忠心守住本分，这样神就满意了，你就站住见证了，能忠心守住本分，神就满意了，你就站住见证了。